你是谁？我是为了找治疗我脸上毒疮的神油草，因为白天戒备森严，所以我才半夜偷爬的。伤人，半个时辰之后自动解开。我这也是为了自保，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啊？哇，这里面记载的毒草，真的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一看你也是不懂毒的样子，要不就送我吧，就当是你给我赔礼道歉了。把书给我放下，不然追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啊。都这样了还嘴硬啊，你就乖乖在这待着吧，后会无期。